各位享富科技的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们是享富科技，现在呢要来为各位送上 iPhone 6，没错，这就是 iPhone 6。那这是 iPhone 6的它的外壳，很简单，没有像以往的 iPhone 手机在这边都会秀出一整只 iPhone 彩色的一个图案。那这次呢就简单的一个 iPhone 的一个浮雕的一个印刷这样子而已。那现在你看到的就是 iPhone 6的实机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里面呢有什么东西。里面的东西呢其实跟以前是差不多的，就是一个耳机，然后一个铝充头，还有一个传输线。那里面呢这边就是一些简单的说明书之类的。好，iPhone 的开箱呢一向就是这么样的一个简单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详细的外观，在下面的部分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哈，下面这边呢就是一个 USB 的一个充电孔，3.5G 的一个。3.5mm 的一个耳机孔，还有喇叭的部分。那在侧边，信卡的卡槽，还有电源键。那在上面呢，很干净，什么都没有。那这边呢，你看到的就是前面120万画素的一个前置镜头，还有我们的耳机孔。那侧边呢，就是我们的电源的，音量键的大小。音量键的增加键，还有减少键，还有这个静音键。那以上呢是 iPhone 6的一个简单的小小开箱文。那至于一些比较详细的测试呢，我这几天使用完毕，会再跟各位做介绍。